是不应吃。赴汤蹈火。 小计，唯快不破。满堂花醉3000克。 我觉得这样子站位反而比较好一点。 这样比较好一点。就是现在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这个站位比较好。 且往下走好了。死不选种，曹气领命。然后他放技能了。 应该是的，应该要放升华天舞了。天有玄月。好，这里。 满堂花醉3000克，死不选种，事不宜迟。还可以推一个哦，就是现在，事不宜迟。 来，决个胜负！天摇万象。
少年学剑术。雕虫小技。我现在也是怕回合数不太够。满堂花醉三千客，来决个胜负。来决个胜负。赴汤蹈火。事不宜迟。来决个胜负。千言万象。少年学剑术，来决个胜负。死不全种，事不宜迟。千言万象。来决个胜负。来决个胜负。好，这个位置赴汤蹈火。应该是打得死啊。可以。好，麦古伦德刚刚好。死不全种。断明斩风。少年学剑术。剑诀带宗。满堂花醉三千客，万物为我剑。曹气领命。连斩。好，这样子。补血。赴汤蹈火。千言万象。好，这样。好，这时候阿良再卖一次哦。然后阿良的将功不可以降到他身上哦。就是现在。少年学剑术。
欸，这样子有电流嘞，这样子可以吗？这样子可以的吗？先往后退哦，我觉得好像不行欸。事不宜迟，满堂花醉三千客。事不宜迟，好像不行哦，往后退，往后退。领命，先往后跑。我忘记天机子有电流了，他暴气了吗？少年学剑，哎，可以欸。曹气领命。曹气领命。好。满堂花醉三千客，少年学剑术。唯快不破。站这一个。曹气领命，刀剑无眼，眼斩。满堂花醉三千客，拼了！啊！我赌对了。有机会赢，好，曹信可以扛一次哦。我曹信要攻击了吗？欸，我这一回合就要保守了，因为伤害应该是够的。我还要再行动没用，可以，我觉得可以。曹信先 stand by， 然后鹦鹉姐休息。事不宜迟，天有外相。可以啊，有反击耶，还有在行动，可以啊，会过，会过，会过，可以啊，一定过了啊，过了，过了，过了。事不宜迟，过了。满堂花醉三千客，耶，够了！压线十五回合，不负所托，耶！终于，我们历经了昨天十个小时的重播，直播，加上今天的一小时半，终于把五一五二，我花了十二个小时把五一五二打完。错了，现在雷跟暗应该说好打吧？好，这是五二的通关方法。吴邪主要是带这几招，然后这些视频，但是因为我有故伤狂巫界啊，所以是蛮作弊的。然后带宙石兵，当然如果你的吴邪很强的话，不带宙石兵也是可以啊，伤害又更高。那曹庆的话就没什么，就带罗鬼。然后刚才，罗鬼的，我主要是用反伤的那个趴数比较高的十条。然后这些带这个鸟戒是不是？鸟戒。好，曹庆是这样嘛？这边要记一下。然后阿良的话五念全开，然后带这几招。提升的部分，我是带风脉头啊。其实我觉得，应该可以更好一点的头饰，像天雄剑衣那些我是没有啊。然后将功
葫芦兽跟鸟界。那风铃声就是，然后盖古伦德啦。如果没有古伦德带一，应该也是可以过的。对，好。那风铃声的话，风铃声我的心数不高啦，所以要古伦德保护。那因为有风脉头啦，如果你这一关有超性，但是没有风脉头，你的超性很危险。这样的话就变成说你的风铃声要改鱼吸了。大概就是这样子啊，好。